어떤 또 노래를 우리가 또 불러서 또 상대방을 또 이길지. 我觉得我们在选歌上面，我觉得可以选在中华圈跟在韩国两边同时都蛮。 有熟悉度的歌曲，这样观众会比较有共鸣一点。嗯，这是我的看法。 아는 거 혹시 있는 거 있어요? 그러면은 这个也很红。对。哦，这要跳舞。 这感觉要跳，有过。死了！啊！对，信乐团的。 啊，这个应该直接 pass。死了死了，OK OK，好，加了，加了，加了。死死死，死了都。王蒙。死了。 好难哦，来听一下。我比较喜欢那种有点 R&B 元素的。 像太阳的眼鼻孔，嗯，对，眼鼻孔。这首歌很好听，嗯，这个是翻成中文的，然后好像这个是，嗯，蛮好听的。 这首歌是蛮好听的，只是如果我们三个人要表演的话，可能架构上面要想，因为我觉得，哦，开头前面是 rap， 然后其实 Jwin 也是，我也算 rap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要找一首 rap 跟 vocal 都可以 match 的在一起的歌。嗯嗯嗯